飞鸿战线是一款地狱制霸的战略手机 RPG， 游戏在每个章节会给予玩家目标以及限定的回合数，玩家在每个回合有多种行动能够选择，像是可以建造建筑物来稳定资源的获取途径，也可以索性直接向敌方势力开战，用快攻的方式杀个敌人措手不及。进入战斗后是采用角色自动攻击，玩家释放技能的方式来进行，因此角色的熟练度会是影响战斗的主要关键。我们能够在占领的土地上招募到新角色，也可以透过异度召唤，也就是转蛋直接召唤出其他势力的角色。我方回合结束后会轮到其他势力行动，而游戏中有着丰富的剧情事件来交代局势的变化，根据不同状况采取不同的行动，现在就来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胜利方程式吧。